文记饼家，位于关野街的文记饼家，白色的横匾配上红色字体，在林立现代风格的餐厅之间，更显出其古色古香的澳门特色。橱窗陈列着不同颜色的盒子，都有贴上中式酥饼的名字，口味繁多，每一种都充满了传统特色，让游客眼花缭乱。许多慕名而来的人都喜爱特别的肉切酥，咬下去浓浓的南乳风味，加上松脆的口感，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喜欢香甜口味，可以尝试香蕉糕，不同于西式的糕点，有如麻薯般的嚼劲，是港澳著名的传统小吃，来到澳门可别错过。